要来关心其他的消息咯。今年这台北市基北地区的这明星高中变市入学只有偷放出来15%的名额，和家长团体啊，敢讲安尼真正是伤过当算。所以今年这基北地区有那将这公立高中申请的这标准有做修正，亲像这建国中学、北一女、中山加成功中学，即马将申请入学的比例大方放上加45%。为了避免去年88级连续真侪考生高分给取的争议重演，今年基北区高中一个门槛分数会较大。前几志愿的名称高中，全是建中、北女、成功、中山这学校，是维持伫380分。新北市的邦桥、海山、中和高中，同款嘛是380分。其他的公立高中大多数是350分。复兴、阳明、基隆、女中是320分，基隆高中是290分。虽然今年只考一本的基础，可是建中认为申请入学录取成绩应该甲以前差袂偌济，因为今年第一阶段的免试入学，台北市民生高中只愿意释放出15%的名额，引起家长团体批评。所以伫申请入学部分，建中是比去年增加39个人，北女嘛增加48个人，成功甲中山拢增加100个人，会使予考生要申请进入民生高中的机会增加。今年只考一次，所以我们把这个申请的名额提高了，往年是40%，今年的比例是45%。以建中来讲，最后是保留40%名额，和第三阶段登记分发的学生。台北市教育局表示，申请入学高中会在4月17日印出。第一阶段免试入学，所有高中无用完的名额，也会回流到申请入学阶段，一定在6月13日会来公告最后确定的名额。记者陈淑君、陈琼伟台北报道。